嘉义叫啥？我卡迄个嘉义，嘉义。啊，年纪较大代表啥？换心心较疼。我这是可乐。哎，大家好，小师又来了。今天我们请到了重量级的来宾Andy 老爹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他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们也是要讲台语吗？讲台语。对，今天我们也是爱讲台语。爱讲台语。好不好？好。今天吼，我要这个是，我要叫老爹来帮这个消费者吼，检查一下，了解一下，看这只车吼，偌侪钱你想要买？这台车，这 Andy。BQ 三十五，哎对，三十五嘛对吧？三十五。哎，迄阵吼，刚你那吼买袂起 B 零的 X 五，五 X 五，哦，你就买这台，赞。这新车吼，迄时阵212万呐，咱这只无 Sport， 无 Sport， 哎，那 Sport 是220万，年轻较大，20岁。20岁，对。啊，年纪较大代表啥？换心心较疼。我这是18寸的，18寸。好，所以吼，我来讲，即台吼，2004年的，啦。我跟你讲，十五年啊。所以这个车吼，咱虽然当初200几万时买袂起，15年的时阵，中意，吼，车会越来越俗，啊，咱的钱会越欠越侪，中意。到一个交叉点，死亡交叉的时阵啊，就会使入手啊，咱就使买啊。我来讲，你先看车，我带来讲，这个车吼，我来讲，你看两个所在就好啊。第一就是伊的内装配备，好。啊，第二，这个就是安尼发起来的迄个油门爆落的迄个声，哦，你就湿了，你就打吗？诶，顶头打还是？不是，迄个泪汪汪嘿，泪汪汪，足感动的。好嘞。啊！这台车我已经给你鉴定过啊，无事故，无事故，鉴定过，鉴定过啊，鉴定过啊。欸，你看一下哦，阮这高级的车吼，就是含椅啊顶啊，阮原来有拍 logo 滴，拍 logo 啊，有无 ？Infinity 啊，全配备，天窗，哦，电动椅，双电动椅，哇，对不？双电动椅呢，啊，够老水。无，啊，伊个电热椅哦，我会使坐坐，听，我坐坐哈，吼，而且一个重点，阮含这嘛是电动的哦，哇，空气你有电动的呢，你三三五敢有？无，歹势，无嘛吼，定速阮原来是有的啦，啊，敢有自动跟车？人肉跟车，人肉跟车，哎，阮这是人肉跟车，人肉自动刹车。嘿嘿嘿，啊，人肉车道偏移辅助，人肉就是你边啊吼，在你某有无？啊，你若车无，你在你某，啊，你若车道偏移的，哎，歪去啊，歪去啊，有无？伊就来提醒我盲点，人肉车道偏移，盲点系统就是后边在晕啊，哦是啊，也帮你看盲点，哦，爸爸旁边有车哦，嘿，嘛是有啦，人肉盲点，人肉车道偏移，人肉就对，人肉自动跟车啊，我边啊刷了头前诶，哦，我有知，你唔知对无？哎，伫一个较特别的所在，真的吗？就是伫你的卡车的右边。今天呢，哇，电动椅呢，我来讲买这种车的不二法门，就是把钥匙摕给人客，他讲你发起来，然后你就很帅气的转身了，准备订单了。真的吗？你发起来了，我就帅气转身，我就准备签订单啊。油门给我站一下听看麦。真的哦。哦，哎，这你有改过无？无吗？原来就是安尼，无，那有可能扭转来扭安尼，这紧，这就是明基啊，这车袂歹呢。来看后边，来，看后边，后边。而且我来讲啊，油门出来那也叫爽啊，这个啊，后座空间对不？袂歹，我就讲，我准你讲嘞。哎，啊，这椅背这底敢袂使调啊？震惊为坐，你唔知吗？震惊为坐，加叫一个卡榫会当调啊。加，加塑胶的无？真的假？会使啊，你要听嘛会使。我无听落啊。我今麦咧介绍新车吼，我讲哇，这椅啊足赞的，这 SUV 袂歹，澳洲的椅背会使调整。对啊，这马上一个配备呢。空隙你都十五年前就会当调啊。夭寿。
啊，你看咱家够做一个出风口。哇靠！咱不是中央出风口，咱是旁边出风口。哦，这赞呢，袂歹啦吼。现在买一台来载伊呐。啊，我这个咪经理。这是配嘛是怎换，但是我感觉这吼，算自然啦，符合伊的年纪，伊会使接受的范围内。哇，袂歹。这皮吼，稍微整理咧，看起来都啪哩啪哩啊。你来看这个后边，后烫，后烫的哦。你看，我这内底阁有一个秘密武器，这是啥？备胎。哦 ，BOSE， 哎 ，BOSS。这是低音，中超低音喇叭，超低音喇叭，喇叭控制你的，这是标配还是？我在意 ，Andy 有弄过哦，你帮他看一下。好来啊，好，小事来帮他看一下，这个跟我弄过，头车头。我来讲哦，这就简单嘞。哎，要看到。你看贴纸嘛。哦，贴纸。对不？你看这百外张贴纸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拢伫嘞。贴纸敢会钉打？敢会？敢有抢抢？这防湿贴纸。防湿贴纸。你若裂掉就脆去啊。哦，裂掉脆去。所以你免想要裂掉，搁打后一块，无可能。哦。啊，搁第二点，咱看这个螺丝，哎，恁看这个螺丝。哦，刚好扣过铲。边啊，袂使落铲。哦。啊，是袂使补过铲。啊，搁来就是咱常常咧讲的，所有鸭巴板。鸭巴板。鸭巴板的螺丝拢袂使准过。哦。有无？啊，像这边吼。啊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是。无袂要紧，我袂酸，嘿，你免烦恼。袂酸吗？我感觉安尼做咧吼。卡住嘞，我你放开者，我看卖。无啦，袂使啊，卖啦，卖啦。接嘛，啊，卖啦，哎哎哎，青头纱，这是派去哦，有呀，无够力啦，无问题哦。对啊，这无够力，老啊，吃老。哦，老啊。不要紧，一支600块尔，不要紧。哦，600块。哎，你若买，我会送你，不要紧。哦，有听到无？有兴趣的吹伊哈。好，过来哦，像这种老车吼，尤其是这种 V 六啊 N 零吼，你一定爱检查伊这个水箱间有水无？诶，安怎叫水？就是讲吼，伊袂使有迄种咖啡色的迄个深深的迄种色水伫内底。哦，深深就咖啡色嘛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撇步吼，要看老车这个车主有够车还是无够车，你爱去看伊的水箱间水够了有水无？哦，伊若看起来是清水，嘿，看起来是清水，还是讲小块深深深深？哦，迄咱感觉讲这车主可能哦，有诶车主就因为车老啊，就扁担，哎呀，想讲买开啊侪钱啊。啊，是要换车，伊就根本就水路拢无咧顾。但是吼，善念对老车最重要。水路就是爱顺啊清楚的对吧？水路爱顺啊清楚。因为吼，若善念无好吼，老车就也足够也温度的。哦。其实咱常咧讲车会歹，就是啥减水减油。哦，减水减油。对，大家吼，只要抓这个美感就好啊。你咧不管是你的老车，还是你去看啥物车，你只要注意这个油路甲水路。你看咱大家咧检查有漏油无？对。哦，水管有安怎无？就是哈，甲油甲水过啊好。过好。我感觉电还好啊，其他把电力少少啊尔。啊对，几千块尔。对。哦，发电机啊嘛还好啊，但是油甲水会造成这个引擎歹去。哦，啊我看这个水箱精敢会伤少？因为伊刚刚看个，我无甲一半嘛，对吧？有啦，马克思伫遮哩。哦，马克思，啊对吼，对不？啊靠腰，阿姨做只大烫会创啊？啊大烫以备不时之需啊。好啦，啊其他有问题？我来讲，我的车一定是无问题。那那今仔日吼，我要介绍你的车，无可能乌窟窿互你跳。真的，我一定是介绍你好油。好，我还蛮讲话。你好，但是我真实在。哦，我知。嘿，我要介绍你好车。我相信你。气势，惊。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试车。哦，再听一次发动的时候，再听一次。旅客请暂停。这确定无改过？无啦，这无改过啦。这 U 灯真正足紧的，反应足紧，你看。啊，这底盘你有经历过？底盘有捡过啊？捡过啊？捡过啊？一挂家用的耗材，我那卖车无咧新菜。啊？这啥 ？Clark。Clark。哎，
欸，阮这个时间啊无，以前同流行的，对不？虽然不是 IWC 的，对不？但是阮嘛是有啊。电热仪，这个真正烧啊！这个底壁给底层的啊，欸，但是我无介意这个，我感觉一直烧一烧，有哪晒哪几大趴火那种感觉，就烧的啊。哎，有通风仪，无这无通风，无通风，无冷，哦，就是干那烧的尔。哦，卡车啊，蓝牌烧的，对，鬼蓝牌火，鬼蓝牌火啦。哦，这是六速的，哎，手自拍，手自拍。哦，你看这个加速，对啊，你等速你有劲无？哦哦，你感觉买一台这個来载全家伙，对不？真正某甲囝，拢有一个空间，你驶起来佫爽。嘿，配备阁袂歹，安全性阁够。嘿，啊，你感觉这个车吼，咱讲真的，你外钱通好买？那是我的哦。对啊。我问一下吼，这虽然15年，对。啊，敢有啥物？你敢有补？有啊，阮这拢有补过。这个车就是安尼吼，你若买愈贵，补过愈久。卡叔讲我要卖30万啦，啊，你甲我买40，我补过一年；买50，补过2年。买60报告3年安尼，哦，会使安尼哦，袂使，我袂靠，好呀，我想讲，可以使安尼哦。毕竟哦，这老的车一般吼，市面上啦，中古车商你报告一般拢是3个月，哦，3个月，是 ending 加面上，嘿 ，ending 面上，啊，其他无，其实吼，我感觉咱也伫电视频道上，消费者面上讲这吼，我生理可能就歹做，因为哦，坦白讲哦。阮的报告虽然有一个时间伫咧，但是其实吼，阮的服务是无分时间的。一般啦，因为像我家己有保养店，啊，阮就是讲，互你摕较俗的材料，也是讲吼，甲你收一个啊，小可淡薄啊工钱安尼吼，材料钱嘛，甲你摕较俗安尼吼，转来甲你处理，互你比伫外，总比你伫外口红讲判啊较好。哦，你使 Infinity。对不？你有诶修理厂赛林哦，这赛引飞了地来哦，好，这无甲讲一个，对吧？大鱼大尾，嘿，要竖大嘴诶，要竖大嘴，要竖大嘴诶，对吧？所以安尼，你伫外口去用讲嘛无好。所以一般哦，你若像阮讲，阮会甲阮买车诶人客倒来阮遮吼，阮拢会用比外口低足俗诶材料钱，阮卖提成本互你，互你看。啊，工钱阮就是。斟酌淡薄仔，甲你收一下工钱，无阮饲师傅嘛是爱钱。哇，你服务袂歹。啊，无法度啊，即摆时机歹，阮就是用好的服务吼来维持咱的客源。而且当然啦，你若车一买断，你去查这个车有调表，还是人家讲你这有事故啊，有泡水，你甲车驶倒来换。嘿，你甲我买偌济，我就偌济，我甲你买断。咱袂讲，咱伫迄个电视安尼上电视啥，咱嘛袂使乌白做生意，咱爱顾家己的招牌。对啦，无咱人。看选民搁较侪着，对啊。啊，等下一个袂拄好，对无？佮讲我立钱叫你来业配，安尼敢对？对啊。对无？咱遮好的朋友，佮你讲钱，对啊。对无？钱毋是问题嘛，问题是无钱嘛。你看，咱遮拢咧做无钱的，对无？啊，真的。我甲你饲也饲无钱，你甲我饲也饲无钱的，你看生意即摆偌歹做就好。所以我是希望，若是业配来找我，嘛是可以的，因为啊，真的真正话无我都维持。我嘛是无，逐工咧业配啊，久久啊一届啊，啊，趁一下生活费啊，吼，嘛是爱过生活，啊无是要靠啥趁钱？对啊。咱逐届拢咧共讲，哇，这爱注意啥吼？这啊咱看对无？哦，这台车饲了安怎？对啊。哦，以后有好坐无？对无？对啊。啊，我钱位倒来。对啊，你遐摄影大哥，对哈，啊，无咱陈立杰慈善基金会，哎呀，举办一个慈善扑克王大赛，由陈小刀来，啊，你可能看我的练财哦，那恐怕我们师兄弟也要一起下场喽。哦，无安遮艰苦诶，啊，紧诶，偌侪钱要甲阮买，水够力，哎，啊，你讲我开价。还是你不爱跟我讲，我不爱跟你讲嘛。我要讲，你多少钱？我等下再跟你揭晓。头20几啦，20几万啦吼，无够30。我即马吼无私啊，咱是无私，甲这个观众朋友分享。这台车我修理完的价小是13万，13万俗无？啊，俗，真
真正上。啊，你有经历？啊，你有。所以吼、哦，这我整理好，应该会卖伫个，就像你讲的二十几万，无对，可能是伫个二十至二十五中间。大概这种车吼、哦，阮会谈就是一成至两成，因为吼、哦，足侪人无爱卖这种有年纪的车，因为惊后壁太多，多，啊你也回袂了，对吧、啊？啊，尤其像我的招牌卖这种车，我若无甲检查甲足详细，足详细吼，迄、哦、真正阮卖蛮烦恼。好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今仔日等下我要回来甲伊签约啊，直接三张我留的，啊，换这只赛等伊。哦，三张我留的。哎、啊欸，啊，你就使搁拍一片，我老婆我要换车了，哎、欸，老婆，啊，为了拍片，我车袂掉。哎、欸，啊，转去等下过键盘。老婆我要换车了，撸啊撸大台，撸啊，不也是他三三五 F 三三五，撸啊撸大台，撸啊撸大台，对不？啊，你嘛是合理啊！我这车真正袂歹，底盘你整理好啊。所以有当时我感觉这种这个大四四座的车吼、喔，真正是较歹卖。但是我感觉较会好。咱讲真的啦，哦、你即卖二十几万吼、喔，你干那买到一挂什么小鸭啦，是迄种国产车较一般的吼、喔，较俗的。小鸭都要二十几万啊啦。哎、啊，小鸭新车才五十几万呢。爽度无同，对不？你安全性嘛无同啊，对，对不？啊，你嘛无迄种对人生嘛无迄种热情的感觉，热情，热情，哎，无迄种热情的感觉，热情。哎、欸，你啊塞起来安尼，车甲人哦，敢若要分开啊！你塞你的，伊走伊的，真正车塞起来就痛苦。无热情。啊不，哦，啊！你今仔咱试车较济，啊，我转来甲伊换迄只米菱的好啊。啊，好，啊啦，介意阮的频道，频道嘿，好，啊，会记得甲阮分享，啊，这个订一个，啊，爱饲啥？我饲个狗，小叮当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啊不，哦，甲阮支持一个，哦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